但这主要是看他到底想不想赢。看来你不是很想赢啊。全军出击！你想赢的心战胜不了你的，你的自尊，啊！还有两分钟开奖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谢谢小鸟虚银的飞机来了，小鸟虚银。大家要想中奖，最后我建议补一个飞机，知道吗？老有人偷塔的话吧，你一级不可能学坑了。居然是莫干辣，没想到啊，莫干辣！不要让他 W 兵人，要 W 到我们，知道吧？要么 W 兵人，要么 W 我们，你选一个。兵线我不推，你出来我就E你。他一级，他根本他就上不了线，知道吧？压他出经验区。谢谢剪辑君的老公。谢谢剪辑君的老公，感谢感谢感谢啊！谁是剪辑君？谁姓剪？享用你的折磨吧 ！EAW。都是我死了，打下换不亏。夫天地万物之逆旅也。赚肯定是赚的，往这一边走，你往那一边走的话，他不还打嘞 ？EAAA 接 W， 那盖伦咋愣住了呢？刚才咋愣了呢？刚才可能点到我身上了啊！那狮子狗闪现跑，他点我身上了，哎，没闪现跑。那就不知道因为啥愣了，愣住了。感谢麦盒他的甜甜和饺子睡醒了，还有17秒开奖啊！我们仅仅只差4架飞机就能过任务了，有没有老板给过一手？最后一秒钟补一个飞机吧。哎，刚才失误了。谢谢冷的李204，感谢宅男子饺子睡醒了和甜甜啊！哎，呀，这为啥扣上了？我不可理解啊！我不敢理解。兵线就放在这里，哎，他一个兵他也补不着。中国有句老话，不打不相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
终于玩猴的了，我这猴都玩的都有点腻味了，都老玩猴，玩多少年猴了都。你玩那么多年猴，你也腻。领教下俺老孙的本事吧。而且猴杀人嘛，现在杀的不是很爽。三二一 ，EAQ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哎，妖怪哪里跑？你怎么上来了？勾引他一波啊，抠一下，击一下，咋回事啊？哎，这盖伦哪来的呀？装甲猴，去修炼个几年，后羿打不溜。哎呦我操！我的天，不行啊，莫甘娜有点燃。好点燃。嘿嘿嘿，回家了。太吓人了啊，真吓人呐。莫甘娜才五级，没事，不用害怕。为什么盖伦抠了我一下就跑了？这你得问盖伦，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吵架了？你问我，我哪知道呀？哎呦！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Killing spree。鼠标他们家我估计啊，应该是选人的时候出现了点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正常应该是翠神打野，莫甘娜辅助他，然后盖伦打上。咱也不知道为什么盖伦整了个惩戒，然后要去打野去。很有可能是什么呢？是这个翠神抢了这个盖伦的位置啊，因为第二个是打野，第一位是上单位嘛。本来这个翠神是要辅助的，对。但是他却不想辅助，也导致出现了这种情况。还有我们家的下路也挺厉害的，人家少个人，他跟对面打了个五五开，72刀打73刀。都闪，你先打吧，我马上到。像你能打过我似的，
我有征服者，小伙子，打呀！我马上来。来个三项，出个水银海，十五分钟我估计投了，这一杠十一应该是给中推了，赶紧推吧，来来来来来，那就下一把吧，心态不行啊，那一个人头谁送的？我送的，我靠，把那小菊打死，去修炼个几年再来。带转来呀，我大不大 ？AQ 平 V 跑了，再打。不要管那么干浪，这猴的英雄吧，杀人太慢，不如剑圣来的实在啊，抠死他，打不死，我上了啊，拆高地，曼嘎拉在干什么？没事，我死不了。有我点烟，我给我加血。卑鄙呀，真卑鄙！卑鄙的点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520爱你们，给大家一个波波。我才发现啊，我昨天的唇印没擦掉，防御塔筑城即将脱落，隔夜了，有妖气。这两个谁送的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红呢？红呢？刚才是不是有红？翠神给偷了？刚打的不？这个这不是刚打的呀？那翠神人呢？搁家。我马上到。我把这小菊绿色的给他杀了，哎，必须也得死啊！一波，快快快快快，抓紧时间！我想上个厕所。